昨天有12个。这个能量棒在我们那儿要3000个，里面是这个。这个好吃，挺好吃。它里面就和那个威化饼干差不多，只不过是巧克力的。我忘了带麦，我带一下这个。这个真好吃。这个就是那个威化饼干，巧克力的，比威化饼干好吃，比那个豆乳的威化饼干好吃。是这种，疼不疼啊？这外面是啥？是花生吗？嗯，外面是花生。微甜的，稍微有点甜，但不是很甜，而不腻。再吃一只，这个太好吃了，外面是巧克力。